你渴望人生发生转变，过上梦想中完美的生活吗？机会近在眼前。在12月22号，天象给了我们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它只需要占用你20分钟的休息时间，我们就可以把来自日月星辰的高频宇宙能量带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这个机会就是北京时间12月22日凌晨2点22分参与全球100万人的同步冥想活动，因为这个时刻也是近800年以来土星和木星第一次合相于水瓶座的时刻。通过参与这次冥想，我们便可以把健康、富足、幸福、快乐、祥和的宇宙能量带入到我们的个人生活之中。也请大家把这个千年一遇的机会分享给我们身边我们爱的人以及爱我们的人，让我们一同参与到冥想之中，从而把幸福和富足的高频能量分享和传递给身边的每个人。